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去逛夜市，然后我手臂伸直，有没有看到我的手臂都伸直哈？来，出发！右边呢是 Pocket One， 左边呢是 Pocket Two。那这里呢，我的习惯呢，当然是来一个缩时啦。Hello， 今天我要喝一碗内用，然后我要吃蚵仔煎，一个，蚵仔煎我要加蛋，再加蛋，两颗蛋，牛肉汤，对啊，摄影机，来吧。我觉得浑身不自在。我要，反正你是拍你的手，我要加一点姜，好不好？再来一点。看到摄影机就不会动了。对，我真的不会动。这一家最好吃了，这是哪一家呢？看一下。我每次只吃这一家，叫做柳哥牛肉汤。这个六个牛肉汤喝完了，舒服啊！这个金价是满意啊。然后今天的是礼拜四啊，台南呢每天都有夜市，有一个口诀呢，就是大大五花，大五花，给他拜喜啊，爱拜喜啊，就是花园呐啊。大家来行看卖咧，好，很漂亮。外面就水耶，我要拍 4K， 这就是地瓜球。好，谢谢哦。